什么提升的方式？提升的方式，喝咖啡，喝咖啡就好了吗？对啊，我很推荐你喝越南的咖啡。嗯，不喜欢喝咖啡。越南的咖啡很特别哦，你喜欢喝甜的吗？啊，喜欢。对啊，如果你喜欢喝甜的话，你可以加炼乳。哇。对，因为越南人一般喝咖啡都会加炼乳。泡的方式也一样。泡的方式有一点跟台湾不一样，就是我们会用这个咖啡壶。你有看过吗？有，在越南餐厅吃饭都会有。有这个，对，我们会用这个来泡咖啡。那首先，你们可能要放，因为这边有一些就是压板，然后你们要先放咖啡粉进去，然后用这个压板压下去，然后放在你的杯子上。所以这杯子然后上面是它，对，上面是它，然后后来是注入水，这样可能要等四五分钟，店主你可以先加，或是后面加也可以。那我现在看到有咖啡的糖果，这是印尼的咖啡糖果，这也是可以让就是提神嘛。对，但最现在就是有出一个卡布奇诺的口味。就可能没有喜欢，对，可能没有很喜欢咖啡味道太重的话，就可以吃哦。所以这个比较甜的，对。那我们要试试看吗？可以啊。然后这个是从哪里的？这里是一个咖啡糖，这是台湾的吗？对，台湾牌子的咖啡糖，听说是苦的。对，听说是苦的。我打开看看啊。好吗？好，我先试这个。我们先试这个。因为这个比较苦。OK， 而且像我们的人吃，而且我听说有人吃了睡不着哦。哦，我大叔，等下，所以这个不同颜色是一样的口味还是不一样的口味？我们每个人一个颜色吧。它有四个不同颜色，四个颜色，它有，可是不知道味道有没有一样。那我们来看看吧。这其实黑的给他，我有拿黑的，可能会睡不着。感觉这个很浓，哦天哪，好酷哦！哎，真的哎，搞不好这个是咖啡豆，没有很甜，不甜，会很苦吗？一点点，我觉得 ，Oh my god， 它的比较苦，好像是一样吧，哦，这个很苦，我不喜欢。你们觉得有提神的功能吗？我觉得很，没有，我感觉不太喜欢，对啊，这个比较好吃。然后我们试这个，我觉得它有咸咸的味道，那个奶，对，很不错，其实味道都差不多，不过卡布奇诺的就是偏比较丰富，对，就是有点咸咸的，然后有点奶的味道，对，那这个就咖啡味比较重，这样子。这个很方便，你们可以放在包包里面，随时都可以吃。对，我也觉得。可是我觉得我提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这个。这个叫什么？薄荷油。薄荷油。因为直接擦在身体上。有时候也是擦在这边。对。有时候很困，你说直接擦，然后头凉了。这两个。对。太阳穴。大概提神的方法就是这几个，我觉得只要是喝咖啡因，要么吃有咖啡因的东西，就是比较有效果。但是如果没有很喜欢咖啡因的话，就可以涂这个，跟月儿一样。对，你看。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睡眠。对，大家有什么其他提神的方法吗？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哦。那我们下一集见，拜拜。Kosakata pertama， 提神 menyegarkan， 提神 menyegarkan， 提神 menyegarkan。Kosakata kedua， 咖啡粉 bubuk kopi， 咖啡粉 bubuk kopi， 咖啡粉 bubuk kopi。Kosakata ketiga， 炼乳susu kental manis， 炼乳 susu kental manis。炼乳，susu kental manis。Kalimat pertama， 喝咖啡是一种提神的方式。Minum kopi merupakan salah satu cara menyegarkan tubuh。喝咖啡是一种提神的方式。Minum kopi merupakan salah satu cara menyegarkan tubuh。Kalimat kedua， 越南人喝咖啡会加炼乳。Orang Vietnam minum kopi pakai susu kental manis。
越南人喝咖啡会加炼乳， orang Vietnam minum kopi pakai susu kental manis. Acara kita sampai di sini. Jangan lupa untuk mengulangi ya. Sampai ketemu lagi di episode berikutnya. Bye-bye.